快点来介绍这道菜。红炒河道啊，叫做琥珀桃仁虾。但是呢，我把它跟河道虾弄在一起。这是小明做的琥珀核桃，你看它会拉丝，好甜。哎，不行，你不可以。叮叮叮叮。第一幅画和第二幅画，真棒。小刘的圣诞礼物，圣诞树哦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的树到家啦！叮叮叮叮，小松都在那里闻。这是我们买的装饰品。这是小明早上做的豆皮。这没有煎好了，我得把它再放回去那边。呀，你白耍帅了。你妈今天都是红色的卫衣，一共是两个小黄人。早的就不吃晚饭了。喜瑞好像也是，对，你都切了，真的是牛。现在已经是圣诞节了，小刘已经睡了。
like your gray. Root of tradition, we celebrate the old Christmas tree. More than anything, it's all the people around you.没头脑教我，哦不，刚才不高兴教我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咦？你怎么不在妈妈身边？你又咬妈妈了？嗯。一片漆黑。嗯。叮叮叮叮叮。在睡觉。藏了。圣诞老人来了，快拆彩照！怎么？很好的礼物。你怎么来了？别人问你就说 ，The most beautiful one。太溜了，太溜了！哒哒哒哒，好大哟、哦！我们要开始玩 Just Dance 啦！我们的芋圆，这是黑色的，黑芝麻的和芋头的，然后这个是红薯的，还有紫色。紫薯。Yeah。嗯，这是我们之前做的冰粉。拜拜。拜拜。好可怜。拿得到了。可颂，可颂，可颂，你看，他看到了，可颂，乖乖的 ，sit sit， 握手，可颂，握手。好孤独。我们买了两双雪鞋 ，Let's go。结果你很不满意，因为我的比你好看。嗯，为什么你的比我好看呢？你，快点，我开始录了。下来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。怎么了？我忘记一件事情，我的裤子好像不防水。滑不下来啊！因为你的鞋子防滑。我们要来看灯展啦！我们要开始叫可颂起床，这是什么全拼？我们要叫可颂起床，你床上打游戏。可颂在这儿呢，这一坨正在吃东西。快点，快说，可颂，可颂。
你害怕啊？好像好像让你分给我一个，你那是鸡腿堡，很好吃，真的。你看我的这么小，他的这么大，他跟我说我的很好吃。那么换吧，干杯。干杯。